连假最后一天，首届摇滚春天演唱会热烈登场，由饶舌教父大基拍头阵，带来台南四百年的主题歌。台南我爱你，你台南我爱你。基础卡斯阵容非常的豪华，有 AKB48 官方海外姐妹团体 AKB48 Team PP 带来精彩的表演，另外还有为选秀节目出道的青春男团元少年。慢慢靠近，一步一步，哦，一路再牵你的手，哦，似乎要被你颠倒，哦。独钓舞偶像团体，更有实力派的金曲乐团米先生。是爱的动物吧，别怕，我们都总得在这手边上。阿哥很主席上行的乐团告五人新意十招，再来一连串的经典歌曲，引起大家的歌迷来斗阵唱。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，我会奋不顾身的前进，远方烟火越来越唏嘘，凝视前方身后的距离。我会远方凝视前方身后的距离。阿丢登场的是超人气男团五坚情，和演唱会气氛嗨到上高点。当然，市长恩威特也特别上台，甲歌手罗俊硕以及台下的歌迷做互动。罗俊硕呢，为什么要特别介绍他？他是我们去年第一场、第一场演唱会的第一组，你们都知道第一组演唱者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一定要找他来，而且呢，因为啊，我们去年这个耶诞跨年活动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就讲说今年一定要再找五坚情，所以我果然找过来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说到做到，谢谢，说到做到，谢谢，说到做到。演唱会举办的地点就伫咧大台南会展中心，兼顾展览、会议、领导功能等许，似乎未来会争取更加侪活动来台南，活络台南会展产业，带动相关产业发展，为台南创造更加侪的经济效益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